我选择狐猴，谢老师。我的选择也是狐猴，谢老师。两位老师选择好了，对不起，我要想想一下。我选择神鹿，我选择狐猴，谢老师。先谢谢神鹿，谢谢。先到待定区。那你觉得你有机会被救回来吗？我觉得应该有机会。对，应该有机会，因为我觉得刚才老师好像表情有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吧。对，狐猴可以摘下你的面具。然后选择你要去的区域。我选择创作组几号？我要挑战屁孩。有有，你要挑战屁孩，那要经过我们五人的同意哦。好好。赞成他可以代替屁孩的请举手。没有哎，不好意思，你还没走到我们就投票了。I'm so sorry。这个桥段被这个屁孩映入眼帘之后，他会把它写成歌词。